佢最近出嚟做嘢啫。最近即係幾多歲到啊？廿零歲。廿零歲點解咁快上大樓？做咗年㗎啦。嚇嚇咁快上？盡快啦，即係遲啲驚，即係追唔到啊！追唔到個通脹。首期儲唔夠，自安心靠好老豆啊！万众期待的首个自安心项目青衣绿油雅苑星期五开始收表了。话贵话贵，但全日都有不少人来到大坑房协这里交表抽下这个六合彩。我们现在都要8000多元才可以找到同一个 size 的楼，那就来搏一搏咯，其实真的。但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抽嘛，那就都是来搏一搏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不用再挨贵租咯。唉，抽中做足九成按揭，月供都要过万，首期练习费冇30多个都搞唔掂啦，要班80后点上车啊？但唔怕，世上只有88好。啱啱出嚟做嘢，系咪你都谂住帮佢？系帮多少啊？帮多少，即系俾多少吓？首期地点样？有中咗先啦，佢一个人比较机会率低啲嘅。目标是大约300万的单位，不过中奖机会相信真是挺低咯。蚀均不够1000个单位，得10%会留给单身人士。房协首日收到的600份申请，就有60%都是一人表嚟。都是那句啦，如果你都仲想抽，下个月18号前都可以嚟入纸的，有机都得噶吧。但话明是六合彩嘛，记得要交埋张100蚊票做申请费噶。